安利，漂亮吧？哦，每根枝头头上的鳞片，地上也掉了好多哎、欸，姐姐。好多了，对啊，这颗好，这颗的叶子都，它不，我这个施了肥了，它没掉下来，因为哎，对啊。哎呀，看见上面好多好多的板栗哦、哎你看朝这，哇，那边更加厉害哦，我们这颗大板栗，哇，你看呀，大片了，你看这一片。你再给近一点，都是板栗，近一点这边。哇靠！我靠，这个真的是，我靠 ！Oh my god！ 今年不都是固定，都是全部顶头都是板栗，你看全部全部都是板栗。所以这棵树施了肥，真的是有效。我这棵树有施肥，那棵没施肥，所以那棵你看那第二年我们那棵也要掉了。啊、嗯，我们有家有两棵板栗，这一棵有施肥的。满头顶都是板栗，哇！快看去看看那一颗，这颗都没有什么掉出来的果，对、啊、对吧？对呀、啊，偶尔才掉一两颗。掉下来就是太嫩，小不小？嗯，那就是偶尔会掉一点点，是不熟的。但是这一颗掉好多果、啊，你看它的叶，它也好多、哦，就是看它那个叶子都哇，哎，这一串好多也是，你看，但是它的叶子。叶子就好像卷起来了，叶子都卷起来，没像这一颗有分歧。哦，其实这颗的果也好大的。那你看朝这上面。哦。哎，哇，这边哇。看呀，这边。哇，这边这颗就不同了。真的不同哎，它很有生机。这颗很有生机哦。哦 ，My God！ 我们假如明天这颗也帮它施肥，今年没空做。现在树底下弄了这么多肥料就可以了啊！对，今年弄了好多肥料给他们。